如果是男人，我第一样想做的是打。有没有看过Home Alone？ 如果我是一套电影，我应该是好像 Home Alone 那样，是一个圣诞节的冒险儿童独自在家的一部电影。啊，不是，我想一下。如果廖子宇是一套电影，我觉得廖子宇是一部灾难片。我会找 Tom Hanks 和周迅做男女主角。如果廖子宇是一杯咖啡，我会是 Americano， 因为我只是喝 Americano。 如果廖子宇是颜色，我会是红色。如果我是一只猫，我最想和杰塔塔，我想咬佢条尾咯，不过我而家都咬佢条尾嘅。如果我系十年后嘅自己，我会同而家嘅我讲：，哇，你好后生！如果我系迪士尼公主，我会想睇下Happily Ever After 之后会发生咩事，因为啲童话故事就系停喺。王子和公主很幸福快乐地生活了，我想知道他们之后呢，可能王子有很多公主不可以承受的坏习惯，我想看看身为公主我可不可以用爱去包容这个王子，还是再找另一个王子。